二十章哦，绝学无忧哦，绝学绝对啊哦，我们学那个绝对的完成呢，都是相对的。那我们哦啊，就是要学那个绝对的哦，唯一的，没有两边的哦，这样呢就不会啊有那个烦恼，不会有忧愁。哦，绝学、啊、无忧，所以老子啊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就是要学哦这个真善美，那个绝对的哦，没有相对。各位知道意思吗？我们凡尘呢啊都是相对的，哦凡尘一切、啊、都是相对，有善呢就有恶，善恶是两边。哦，那个就不是绝学了。那我们呢？哦，绝对之学、啊、就独一无二，哦，就是绝对的，哦，绝对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哦，那个佛性本体的，佛性本体啊，就是绝对，哦，它没有相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能够啊，回到呢这个佛性本体，就进入啊，哦，绝对，哦，像我们。哦，现象的呈现啊，哦，有前道有空道，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佛性啊，哦，它没有分前道空道，佛性有没有分？没有。哦，没有分哈、哦，落入前道就是前道，落入空道呢就是空道。哦，现象有分呐、啊，可是，在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哦，它是一个绝对体，哦，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呢，回到绝对啊。是不是已经都没有忧愁？对不对？对。那我们在凡尘啊，所有的哦烦恼，所有忧愁啊，都是从相对而来，是不是从相对而来？是。因为我们已经哦在现象之中啊，都走入啊这个相对，哦啊，所以从现象啊给我们的哦一些遭遇啊，我们呢、啊、就会感到啊。很哦烦恼，就会有忧愁，所以呢，老子啊直接开始跟我们讲，绝学无忧，哦，这个我们学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都能够掌握了吗？可以。这个非常有自信啊，可以，哦，听了都很安慰，可是回答的人太少，好像只有一个。哦，我们都还没肯定吗？肯定了没？要对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啊，一定要去摸到哦，那个摸到啊叫摸着根啊，摸着根的呈现做佛，摸不着根呢就下休息。所以我们只要呢能够哦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解说很详细吗？有没有？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什么都不产生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就是我们真心呐、啊。那假如说哦，这个就是哦，那个已经起心动念，可不是啊，哦，很奥妙，对不对？所以哦，我们一定要切实啊，哦，去知道。然后时间呐、啊、要延续，因为刚摸到以后啊，它还不宽广，哦，只在呢我们周遭而已。然后你哦越来做越久啊，那就越宽广，哦，越宽广了以后啊，我们越熟悉，熟悉了以后啊，从这个佛性的本体呀、啊，它会产生般若妙智慧。它、啊、产生般若妙智慧啊，那个智慧啊是自性所具备，这个就是我们哦在凡尘最缺少的哦，因为不是有身体以后我们去学习的，那个是从佛性啊发挥出来哦，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智慧叫般若哦，般若妙智慧。那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啊。这个真理啊就透彻都了解，
然后了解真理以后，遇到什么现象要怎么处理，那个般若妙智慧啊，都会告诉我们。而且所有以后啊，那一些我们佛性的功能，我们所谓的神通呢，它都会呈现。那个我们不追求了，它自然会有。那个是具备佛性所具备的，要久，时间也要久。要能够呢，按照呢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状态，我们一直做，做了很久以后啊，我们都可以从呢，本性之中啊，发挥那个定力。定力越大，我们智慧啊就越高，般若就越多。所以这个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然后我们要了解说，离就是佛性本体，智啊就是从佛性本体化为出来的般若。离智啊一如，离跟智啊它是啊相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啊落入凡尘以后，都是用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用我们的感官在接触外面的那个形象。那跟外面形象一接触以后，产生的念头，那个呢都被物欲把门诱惑，所以就丧失了我们本来佛性本体就不见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起心动念，所有运用我们的感官，那个时候都是在用妄，不真，所以真就不见了。那我们能够做万缘放下呢，就是把所有的妄都放下，那个去生灭，妄就是生灭，我们把它去掉了，然后都一念不生要守真常，真常它不会变化的，常住不迁。我们能够弃生灭，守真常，常光就现前。常光就是我们呢本来佛性的光明它就显现，就会显现，般若就呈现的。所以这个是要久的时间功夫要久，水到呢才渠成呐。那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要求说有般若妙智慧它还产生不出来，所以我们用的都是用后天所学来的聪明。那聪明呢，我们就是了解尽量不要用了。我们用聪明的话就是不肯吃亏，那不肯吃亏就是想占便宜。那想占便宜会把我们先天所带来的浩然正气都用掉。那没有浩然正气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就跟禽兽为伍就没有人格啦，所以那个浩然正气很重要。那培养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吃亏，能够吃亏就是培养浩然正气最好的方法。但你不要刻意你去刻意那造作那个也都不算，要自然而然。所以在日常生活就很重要，我们自己要有很正确的那个观念，说我们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六识都是生灭，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事来呢则应事去则静，不要住相，不要住在这一些变化无常的现象里面，这样呢我们呢生活就会很踏实，不把这一些假的当真，这样我们就不会造业。既然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我们就可以解脱。所以解脱是自己努力的啦，不能说一边造业一边想解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自己努力自己可以禅受你那个果报，就是很清净殊胜的果报，它都会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有没有体会
哦，能够呢，我们在尽量哦有空闲的时间呢、啊，哦就尽量做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我们离妄啊，哎就会啊，哦怎么样，离得啊越哦这个干净了。那我们能够呢，把妄都离了，清净了，心呐、啊，哎就没事。那心里面没事啊，清净以后、啊，回到佛性本体就很容易呀、啊，哦。他能够跟佛性本体在一起了，生活就很踏实、哦、完成一切、啊、都变化无常，都是假的、哦、一定要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假的、哦、不要把它当真、哦、当了真以后、啊欸、我们会有喜欢讨厌，既然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既然取舍就有行为动作，行为动作呢、欸、造业、啊、就已经形成，业已经形成了，就要受苦。各位背了没有？他每次都讲一样啊，有没有？哦，所以哦，这个叫真理所在，哦，就是要我们熟悉呀、啊。熟悉的话哦，像那个比丘的哈偈语呀，各位都还记得吗？比丘的偈语。生于一业、啊、不作恶，莫恼世间、啊、知有情，正念呢观之一经空，无义之苦、啊、当远离，有没有、那个比丘呢，他们、哦啊、受戒的时候、啊、一定要背这个句，为什么呢？因为你背了以后要去做、哦啊、所以第一句、啊、生于一、啊身口意嘛、哦、身口意业不作恶、哦，这个就很不容易啊，身也不作恶，口也不作恶，意也不作恶，哦，身与意业、啊、不作恶，莫恼，不要懊恼世间的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啊，我们对众生啊懊不懊恼？各位浅显对众生懊不懊恼？所以有时候、哦、我们静下心来看一看众生的所作所为啊，真的我们会摇头了，所以、哦、会懊恼、哦啊、众生呢互相之间呢、哦、相处啊、哦、都不是那么融洽，都会有、哦、纠纷、哦、都会有瓜葛、所以、哦会产生、啊那个、哦、厌愤、啊、所以、哦佛就直接讲莫恼，不要懊恼、哦、不要懊恼世间、啊、是有情都不要懊恼、哦、然后正念来观之意见空，我们的想要、啊、那个意见、啊、全部都是空的、哦、正念来观之、啊哦、观察知道意见都是空的，那既然都是空的、哦、我们就不要强力去追求、哦，越强追求、啊、我们希望就、哦、希望大，失望就越大、啊、所以不追求、啊我们就、哦、没有失望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无义之苦、啊、没有利益的苦、啊、当远离、啊就是我们不要去禅师、这个就是、哦啊、比丘的句、啊、他们就是要背要做，那我们、哦、在一直讲、说呢对凡尘的现象都不要产生喜欢讨厌，这个也像、哦我们一直在生活之中告诉我们、说现象都是假的、不要对它、哦、产生了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哦、跟比丘偈有没有一样，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要熟悉啦，要先熟悉、啊、熟悉了以后、啊、当我们对某一种、哦、物品某一种现象某一种事情、哦、那个产生、啊哦、很强烈的喜欢讨厌的时候、啊、就要告诉自己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我们就会看淡不会看重，那既然看淡、啊、取舍的心、啊就淡薄了，那既然、哦、取舍的心淡薄我们、啊就不会造业了，是不是很自然而然？可是假如说我们都不研究、哦、不了解，
我们会很自然产生啊，哦，物与物之间啊，它有那个互相之间的哦那个诱惑力，哎，自然产生，自然在。那我们身体呀，有形象，物呢哦一样有形象，那形象跟形象之间呢，哎，它自然会产生哦诱惑，哦，会给咱怪，哦，怪咱去哦，给拥有。啊，这样呢，我们哦，哎，就会产生了、啊、哦，那个意念，哦，意念的产生呐、啊，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啊，意念就出来。啊，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去达成，哦，啊，不知道那个意见啊是空的，哦，所以各位就是要先告诉自己，纵然我转到整个世界啊，我一口气不来啊，都要拱手让人。没有一样东西啊是我可以带得走的，哦，所以我们先告诉自己，哦，不要去拥有这一些呢虚幻不实在的东西，因为要投入很多精神啊，哦，去追求才得到，啊，不要，哦，因为得到呢，毕竟也是虚幻不实在，暂时的拥有而已啊，哦，这个到时候啊。哦，一口气不来了，你不让人也不行啊！哦，有办法带到棺材里面吗？没有，哎，绝对没办法的啦！哎啊，所以哦，我们就在生的时候啊，就学的哦，不要去哦去拥有这些东西，这样哦，哎就可以啊，很逍遥自在哦，能够呢啊注重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啊、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社会人士没有去体会、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身体、啊哦、对他来说就很重要、哦、因为、啊、他都依赖在身体、哎啊、所以身体、啊哦、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哎、他、哦、没有路可以走了那我们已经呢，哦，已经可以啊，哦，体会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这个身体啊，就是天地的物质，随红土众缘际会啊，就有用，哦，是假的，我们就不会哦执着。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哎，没有启发佛性本体啊，身体很重要，哦，因为这个身体啊，哎，把我们推到哪个地方啊？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现象，哎，所以我们谈的话呢，叫做过身，过一个身呐、啊，对不对？哎，那假如说做得不好啊，过身过到哪里去啊？哎，就到畜生道去了，三恶道去了，对不对？过身过到哦，哎，那个畜生道，哎，那假如说做得很好哦，能够利益众生的话，过身呢、啊、可以到天神。哦、三神土地、啊、王爷妈祖、哦、可以过到那一些、哦、天神的身上去、哦、所以我们了解就是一个过身、哦、身呢就变得很重要了、哎、像之前、啊哦、有一个电视节目、啊、不是、哦、那个一个摄影、啊哦、摄影师、啊、带一个法师、啊、到一个医院、哦、大医院、啊、他大医院里面、啊、那个、一个、哦、心脏就是我、哦、摘除下来的心脏用那个药水泡着啊那个心脏的旁边啊就有一个鬼魂啊、哎、那个鬼魂说这一颗心脏是我的我在、哦、守护啊我的心脏、哎、那个电视节目还蛮有意思的、哦哎、就是那个法师呢他能够、哦、跟那个、鬼魂、哦、沟通哦、让那个鬼魂表达他的意思、哎啊、让那个摄影、哦、电视摄影师呢、哦、拍出来、哦、能够呢把我们的那个固执、啊哎、要守着、哎、那个心脏、哎、那个固执说这条就是我的、哦、这个不能、啊、被别人、哦哎、这个拿走或是破坏是他的吗所以或许以前市场说、哦、我们不固执的话就不会当鬼了卖固执、哦、就不会做鬼、哎、可是我们、哦、各位先生
不固执啊，容不容易？哎，还真不容易的哈、哦。我们都很固执，不过哦，择善固执是好的。哦，择善选择善、啊，我们固执，哎，那个是好，因为我们择善固执以后啊，哎，就先把那个恶道三恶道哈、哦，哎，已经堵住了，不会呢到三恶道去。哦，那我们固执呢，能够存心呐、啊。哦，啊，心能够存的话，哎，我们就能够修。哦，啊，能够修啊，就能够改变啊我们的习惯性。各位浅浅的习惯性呢，是存善还是存恶？可能都也不是存善，也不是存恶了，一半一半，哎，都有善恶都有。哦，啊，所以我们要发现，看看哪一些呀、啊？哦，是时语不好的，哦，不好的呢，我们就改过；那时语好的，我们就保留，哎，就把那里哈、哦、能够啊存下来延续，哎，所以哈、哦，我们了解说，哦，这个看问题呀、啊，也不是说哦，这个固执就是不好，哦，固执有时候是很好的，哦，像我们能够呢这个坚持啊哈、哦，哎，这个不恶过。哦，不迁怒，那个不是很好吗？哎，啊，是不是要固执才能够做得到？哎，所以哦，有时候哎，择善固执，哎，就是好。哦，看我们应用了，应用的善就是好。哦，应用的不对啊，哎，就是不好。哎，啊，所以哦，存乎一心，哎，就在我们的心呐、啊。哦，心呐、啊，就是最重要。那我们修道了。哎，就是修心，哦，就是养性，使我们的心性啊都能够恢复光明，哦，最重要了，本来就很光明，啊，因为哦落入凡尘，哦，被呢这个气柄所拘啊，物欲所蔽，哦，所以这个八个字啊，大概就是八个字害我们最惨，对不对？气柄拘束我们的，我们才六道轮回。哦，那物欲啊蒙蔽我们佛性，佛性才黑暗、啊、那假如说哦，我们不被物欲蒙蔽啊，哎，可以啊恢复光明。哎，那要哦，我们佛性不被物欲蒙蔽啊，各位先生容不容易？不好回答哦。哎，要说容易嘛，又不容易；要说不容易啊，哎，又是可以做到哦。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看我们的、哦、那个心的走向，假如说我们是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啊、那个物欲的蒙蔽、啊、是不是很容易去掉？那假如说我们是贪恋凡尘追求名利，那个、啊、物欲、啊、是不是很不容易去掉、哦、就是这个角度、哎啊、看我们的追求了、啊哦，我们假如说想说，哦，这个凡尘还很好玩，哎，想多玩一下，成佛慢一点，这样的话哦，那个物欲啊，哎，就不容易哦去掉。那我们想说哦，这个苦已经吃得够了，哎，不要再吃苦了。各位吃苦够了没啊？真的都够了吗？以我们台湾的生活，大家可以说都、哦、没有吃过什么苦了、哦、像或许那个小时候、哎、那个时候的那个物质很缺乏，那个时候的苦、啊、我们现在都没有遇到过、哦、都是过得、哦、很富裕、啊哎啊、所以我们是、哦、在富裕之中、啊、不知苦然后强说苦。假如说我们到那个哦非洲的地方去啊，哦去那个垃圾堆找东西吃啊，那跟我们的环境一相比啊，差的多不多？多。在那一种环境之下，我们想修道容不容易？容易。嘿，就是要照顾我们肚子哦，都已经不容易了，哪有时间修道？所以我们现在在哦这么殊胜的。哦，环境之下不好好修
很可惜呀、啊，哦，那又大家又 都是得到了，哦，道又很殊胜，哦，我们又研究了，又知道了，哦，佛性本体呀、啊，哎，又这么宽广，这么殊胜，哦，功能又这么多，我们呢又都没有把它恢复，哦，要不要努力呀、啊？要，哦，就是要努力，哦，我们呢这个一分的耕耘呢、啊，就有一分的收获。所以你只要你投入很努力深入法性、哦、真的很深入的话，你就会了解那个波罗一发生、啊、哇，功能、啊哦、不得了，还可以游戏神通、啊哎、我们现在听到、哦、游戏神通、啊哎、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哎、可是真正的呢佛性功能里面、啊、就有那个作用哦，它可以啊，游戏神通，哦，不只有六通了、啊，六通是小事啊，哦，那个很小的事，哎，我们可以呢，整个哦，就像那个维摩诘啊，哦，他的房间里面啊，哦，只有六平大，可是他可以放哦几万个那个高广的那个椅子啊，各位有看过维摩诘经吗？有，哎，有的有，有的没有了哦。欸、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哦、不可思议、啊、人、哦、再怎么多一进来刚、欸、好刚好都装得下，这六百年听说低估了满堂，可不可以想象、欸、不可想象，对不对、欸、所以我们了解说在我们心闻之中的宽广不是现象之中、哦、可以讲得出来、哦、现象都是有限的、欸、佛性、啊、那个是无限，所以当我们看华严经、哦、万华庄严华严，看华严经、哦、释迦牟尼佛讲说他不是、哦、在凡尘视线吗，有没有、哦、来出生当那个太子、哦、然后呢经过八十年入昧，有没有，可是、哦、他在华严经就讲说他从入胎然后到入昧哦，涅槃不动分毫，分一分哦，哦毫一毫非常小、哦，他说不动。那我们哦，哎，以凡尘的头脑，以现象界来说，他有没有动？有啊，阿德入胎、出胎，然后慢慢长大，哦，然后。修道成道讲经说法成佛，有没有，有没有动，还动得很厉害、哦啊、为什么他说不动分毫，所以、哦、那个动是现象，不动就是真理，真理世界、啊、它不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也一样，我们在真理世界之中、哦我们也不动了，那我们所动的、哦、诶是身体是现象、哦、这个也都是假的是短暂，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一百年前没有我，一百年后也没有我，中间有我，对不对，那、啊、这个中间有我、啊、是不是假的，百年前没有啊，百年后没有啊，啊中间这个我是谁，是不是假的，假的不真啊，我们要不要在这个不真的现象之中去跟人家争执，跟人家计较，要不要，都假的吗、哎啊、假的烦恼都自己找来，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也是一样亿万年、哦、都是在当下，那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的亿万年、啊、都在当下，只要没有三心、哦、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啊、三世、哦、就摄受我们不住，过去世把、啊、我们吸不到、哦、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
三世都没有，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六道轮回，没有三心，没有四相，三心四相都没有，整个佛性圆满具足，就在当下，是不是啊？不动分毫，是先给各位哈、哦、有一个印象，说我们要追求，到什么样的境界，就是这个，哦，进入啊绝对的世界，叫做绝学无忧。这样了解吗？了解。老子的道真的高哦，不详细说，我们哪会知道？哦，不知道说他的程度、啊，竟然就把这个整个哦讲出来，觉醒无忧。我们有没有忧啊？有，还蛮多哦。哦，这个是整天都很忧愁啊。哦。啊、所以要了解到、哦、我们进入到真理了以后，真的就是、啊、绝学无忧、哦、所以、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过去心已经过去了，不管是被人家欺负或是我们很风光，都已经过去了，拉不回来，不要去想。那未来、哦、不用策划，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了哦，所以你也不用策划，那个是现象要用哦，佛性不用了。那我们现在哦不住，我们说现在都鬼去啊，现在都鬼去啊，对不？是不是他不住？他、啊、没有三心的，他、啊、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我们用文字说好像。四相哦，不很哦，不很透彻的。可是我们用能手来讲，就很了解，对不对？有我能看，哦，那个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啊，你手看的差别重生呢、啊，就是众生相。你连续不断的看、啊，叫受者相。我能够听，能听的就是我相。所听的就是人相，啊，你所听的哦，不只有一个声音呐、啊，非常多，那个叫众生相，啊，你连续不断的听叫受者相。我鼻子能够闻，哦，能闻的就是我相，哦，所闻的就是人相，啊，你所闻的不是只有一个气味、啊，非常多，叫众生相，哦，你连续不断的闻啊，叫受者相，哦，我能够做。能做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做。啊，你手做不是一个事情，很多事情叫做众生相。啊，你连续不断的做叫受者相。只要落入能手，都是四相。这样了解吗？了解。然后我们要怎么没有四相？不落入能手，能手双明明灭。没有能做的我，没有手做的人。没有能做的止观，没有所做的客观，都没有哦。当下四相就消失，啊，没有三心，没有四相，呈现了、啊、圆满的佛性。这样了解吗？了解。就是哦，我们都没有研究了，啊，也没有人讲给我们听，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样子。哦，阿老唔知，有先过车追鸡无？像不像？像。哦，我们就是井底蛙。哦，看到天，啊，天的黑过这寡呢？哦，就遐大了。天真的那么大吗？不是。是不是要出来看？是。你跑到哦那个呢井的外面出来看，哦，原来天是这么宽广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使自己的心胸啊，能够开拓很宽广。那很宽广以后啊，我们在处理事情啊，就会很圆满，不会很狭小的那个见解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的见解啊，
哦，宽不宽广？回想一下哦，还真的窄，很窄，对不对？啊，我们承不承认？还真不容易哦。哦，我有足侪了，哦，对不对？不容易承认说我们的哈、哦、见识啊很狭窄，很狭隘，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这个学啊，哦，没有止境，非常宽广。尤其我们的哦那个性分呐、啊，哦那个佛性本体，哦那个真的是、啊、哦学到无尽无穷尽呐、啊，哦像整个哦这个天地一样。所以各位有听那个哦《金刚经》呐、啊，那个听到那个东方西方可思量佛，各位有没有听啊？有。哎啊，有听出那个味道来没有？要听出味道来哦，哦，因为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有没有？哎啊，虚空哦，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呀、啊，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啊，它不拒绝呢，所有的形象从我们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连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佛性啊所生发，哦，没有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呀、啊。哎，所以这个哦，这一个道理呀、啊，我们不研究就不了解。啊，所以哦，那个佛在讲的时候啊，说东方的虚空可不可以思量？哎，那我们哦知道地球是圆的，对不对？我们一直往西方走的话，会走到哪里？会走到哪里？是不是又绕回来了？哎，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本来啊，虚空一个，虚空一个啊，它里面有没有分东西南北？是我们人把它分出来，对不对？虚空本来没有名，没有相，我们人硬把它分出啊，名跟相，哦，分出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我们硬把它分出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来延伸啊，虚空本来都没有名也没有相，那我们现在在虚空之中发现有相，有相以后我们就取一个名称，取一个名称以后我们把它固定，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哦，凡尘的所有名所有相是不是都假的？从这个、哦、真理来、哦、这个研究、哦、然后推测、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什么也没有，虚空就是虚空、哦、名相都没有，那我们、啊哦、对名对相、啊、为什么要那么执着？我们很巧啊，很狗承认自己很笨吗？一定不承认的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哦，不知道，然后研究了以后啊，哎，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会讲哦虚空可思量佛，然后讲一个东方就可以，为什么还要再讲哦那个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就是要我们了解哦所有在这个虚空之间的名，虚空之间的相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那我们不要名，不要相，就已经回到哦，我们啊不生不灭的本体真心。这样了解吗？哦啊，各位就知道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一个境界的殊胜，知道了没？殊不殊胜？殊胜哦，非常殊胜。他没有名，没有相，可是就那么的哦，哎，真实实相，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不会变化的，一切究竟坚固的，
就会知道呢。哦，经典里面所讲，为什么一切究竟坚固啊，就是在讲这个啦。还有了解呗？了解。所以我们看经典哦，要了解它的意思。那要了解哦，就要从根源哦，从根源了解以后，知道说他讲的哦，为什么凡尘的现象都万变，会讲说究竟坚固啊？究竟坚固是不是都不变？那什么东西可以啊都不变？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所以我们了解哈，佛在讲那个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啊，就是讲佛性本体。那我们佛性本体是不是虚空无相？是。是不是不拒绝啊知相发挥？是。啊，所有知相发挥是不是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啊，既然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是不是啊一切事究竟坚固？是。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接受啊，就是接受真理。哦，它不是啊歪理，是真理。哦，我们从无而来，然后从哦以后啊又归无，是不是这样？是。啊，是不是究竟坚固？是。都是这个样子。哦，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啊，我们以现象来说，阿佛讲妄言，明明都哦八十年变化很大，为什么说不动分毫，一分一毫啊都没有动？哦，然后呢？弟子们问了、啊，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哦，你这个四十九年的奖金说法，他说我一个字也没收。那我们呢、啊？看哈、哦，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很努力的讲？啊，为什么他说一个字也没收？是不是又讲妄言？我们都会想啊，伊都忽然不是啦，哦。先用那个答案来讲，那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为什么说一个字也没说，他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就是没有能守啦。啊，没有能守，是不是走入真理？就是在真理世界啦。所以真理世界之中啊，他一个字也没说。那我们在凡尘啊，我们没有到达这个状态，要讲都先准备了，对不对？有能说的我，有所说的法，有能说就有事相，然后就有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背景，哦，他为什么那样讲？明明讲得那么努力啊，哦，就讲那个涅槃经啊，只有一篇一页哦。讲涅槃经，进入涅槃，八十岁的时候啊，进入涅槃讲涅槃经啊，一篇一页，然后一篇一页的涅槃经啊，或许拿来抄哦，抄十分之一啊，就已经抄一年了，一年哦，我安尼写一年哦，才十分之一了，阿姨讲拢无讲啦，啊，我迄一年唔知拢在抄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他所讲说出来的完全都是真理，没有能说的我相，哦，没有所说的法相。啊，所以《金刚经》的里面呢、啊，哦，从一开始啊，佛就表现，哦，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哦，这样呢，我空了，法空了，非法也空了，一空到底啊，所呈现。就是啊，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所以佛性一直鼓励哈、哦，各位研究《金刚经》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哦、努力的、啊、把这个坚强的我相、哦、去掉。我们都以身体的、哦、那个呈现、啊、为我了。啊，身体是不是我？是啊。对了，身体是我没错了，就是要当、哦、要借这个我来修啊，借这个假，借假来修真，哦，借这个我。
可是呢要去追根究底，追到它的源头，它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啊，众缘际会借我用的我们是借用啊要再还给天地还给啊四大水火风土，我们可以拥有吗？是有那个这个使用权呐、啊，没有所有权呐、啊。我们可以使用，可是所有不是在我们手上。那用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好好用，好好使用啊。我们这个四大假，借假来修真。现在凡人反过来借真来享用假。你看我们去追求感官的刺激呀、啊，是不是借真来享用假？造了很多业，对不对？划不来的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身体呀、啊，不是我真正的我、啊，可以简写，真正的我就是佛，就是如来，就是很宽广的尽虚空遍法界啊。我们那个法身，那个才真的我一定要认识啊！真的我就是他就是法身，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啊，佛性本体才是我，身体不是我啦假如身体真的是我，在我们最年轻啊，最有活力，最漂亮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主宰，赶快呢，请它停下来，不要变，对不对？啊，可不可能啊？啊，一天一天在过，对吧？一天一天一直过，我们人就一直老了，都一直变化。所以或者说讲，跟我们同时期呀、啊，出来的一些影歌星啊，不是都最漂亮的然后经过十年、二十年了、啊。她还漂不漂亮？已经变恶上欧巴上了，对吧？都已经老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岁月不饶人都一直在无常变化。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能够主宰的总有一天啊，要还给天地啊。我们那个娑婆世界啊，南山部洲众生啊，寿命都不长都一百岁而已啦，一百年以后啊，我们都要还给天地了。啊，我们去哪里呀、啊？我们身体还给天地以后啊，我们去哪里？咱往倒去啊？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我们求到了，然后这个第五抽钉天板卦以后我就是要到离天，一直在等啊，等什么？等死。等死可以到离天啊？不可以啊，他们在讲骗，有没有骗人啊？那要怎么做才可以？这个上天不会骗人的大概普度啊，就是要了解到，就是要我们都能够回归本位了。只是我们一定呢要按照正道，不能反道败德。我们都修到让人讲话了。有没有反倒拜的？哎呦，那个修道呢，哎，够吃菜哦！你看，那个是不是已经负面了？对不对？我们又这个修道的表明是修道身份，然后呢又素食了，然后心地又很糟糕，然后做法在家里又不孝顺，那个子女又不教。然后呢，这个邻居又不和，这样可以到离天吗？
所以哦，我们就是要知道哦，一定呢要正道而行哦，正道哎来做呢，才可以说回归本位哦。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沾到大概普度的哦这个好时机呀、啊，哎，所以能够先得到哦，先让我们得了啊，先得而后修，哎，就是要修到我们本性都光明。哦，恢复本来的光明，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哎，老子告诉我们，绝学无忧。哦，就是要学绝对的，哦，不要学相对。哦，啊，能够呢，恢复到呢，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这样呢才可以啊。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哎，就回归本位了。所以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我们就是要随时啊检点身心事，看看呢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哦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违反哦正道，有没有反道，有没有拜德，哦啊没有反道拜德啊才可以呀、啊，哦一口气不来啊才可以回归理天。这样了解吗？嗯，这个时候哦，这个不用回答，这想嘛知。所以我们在哦这个凡尘哦这个生活，就哦蛮重要了，这个随时真的要检点哦自己啊这个身心。哦，尤其我们上个礼拜、啊、把那个哦河啊哦特地的加以阐释啊，哦，从家里从自己本身做起，一定呢、哦、要家里啊很和，家和就万事兴嘛，哦家一和了，亲朋好友啊就喜欢来往，哦喜欢跟我们相处，然后呢哦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哦，爱和了，到整个啊，平天下，都是以和，哦为最主要，所以才哦，慧姐讲说五十五章啊，老子讲，哦，知和啊，曰长，知长曰明，哦，知道和了，我们就可以常住不迁了、啊，能够常住不迁呐、啊，就是啊，不生不灭，哦，那个佛性的实相。哦，实相就是常住不迁，哦，然后呢，哦，我们能够常住不迁的，就可以啊恢复光明，所以哦，知常曰明，光明很光明，所以那个和啊非常重要。那我们在修道也是一样，哦，这个道亲与道亲之间呐、啊，唔通互相咧克啦，哥有没有啊？我甲你克，互你较悬咧。你收了太低吼，我给你考考一下，你让你收较悬的，有没有啊？不要有那个动作了，那个要考哦，是上天的事啊。哦，我们不要考人，我们就是要帮助人哦，要呢互相提携呀、啊，哦，要互相能够照顾，互相讲话之中呢，都卖小气，卖小声。不要呢，互相哦，那个、啊、讽刺，有没有啊？这个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有我们就改过，因为那个样子对我们来讲，不是闲工，是造业，所以讲话呢就很重要了，一句话，讲出来好与不好，差别很大。所以哦，这个良言一句啊，三冬暖；恶言一句啊，六月寒，有没有？我们讲话伤人的话，那个六月本来是哈、哦、很热、很天气很燥热的时候，可是你那个一讲话伤人，哦，那个六月都感到寒冷。嗯，那讲好话呢，良言一句啊，经过三个月的冬天啊。都还很温暖，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些、哦、鼓励、啊、人的话、哦、
要互相的哦提携，毕竟呢这个相哦这个相处啊，修道办道不容易呀、啊，好、哦，一旦智慧拢也嘛，对不？是不是要结个善缘？是，要记得要结个善缘，哦，不要让人回去呀、啊，吼、哦，气得七窍生烟，吼、哦，气啊一礼拜再消，后礼拜又来，又看到哦，气又接落去，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人呐、啊，哦，就是要，做的呢，让人怀念，哦，所以我们要，检点自己的身心，节学无忧，哦，然后呢，啊，这个为之以阿，哦，相聚啊，聚合，这个为哈、哦，就是顺应啦、啊，哎，讲啊，你讲的对，符合你的意思啦、啊，啊，那个阿哈、哦。就是逆应，就是、哦、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用、哦、那个阿来讲、哦比较不能够体会，还是用台语、哦、比较知道。人家在讲啊，什么意思？是不是否定的？啊。就是你讲的完全不合理呀、啊，是不是把你否定？啊，所以我们哦，在哦应的时候啊，回应回就是哦，你讲的有够好安尼吼，就是顺应，那那啊就是逆应，哦啊，所以呢，老祖讲说为之以啊，哦这个呢哦相去啊居合，就是哦它的差别呀、啊。机啊，就是很微小，它的差别哦，很微小，哦，不大，大不大？为之以啊，差别大不大？所以哦，各位就要了解到，差别很大哦，就是已经讲在现象了，在我们嘴巴的回应啊。为之以啊，差别大不大？体会了没？为之以啊，差别多少？为啊，差别多少？所以哦，老子为什么会讲说哦，为之以啊，哦相去啊居合？但是从上面哦那个觉学无忧啊，然后、哦、连带下来以后啊，我们就是落入两边的啦。啊，落入两边的一个开头啊，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你的嘴巴来应人，啊，你嘴巴应人的时候啊，那个回应啊。嘴巴的回应啊，它是相同，可是哦，回应的现象啊，就已经是差别很大。那差别很大呢，哦，他就用哦底下那个善之以恶来形容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开始的时候啊，嘴巴来回应哦，那个嘴巴还是一个哦。没有遇到现象之中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底下的善恶啊，是已经落入现象了，啊，落入现象差别就很大了，对不对？对。啊，那个在嘴巴回应的时候啊，那个还是一个哦，也未拄到代志，你也未拄到代志呀，好甲歹是不是拢也未分出来？啊，拢未分出来时阵啊，是不是差别很小？啊，那个以后啊，哦，发现到现象，哦，好跟坏、啊，差别就很大，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老子的意思啊，就是讲说，我们遇到事情来处理，遇到事情处理的时候啊，哦，都还没有落入你的决定，那个时候啊，他善恶啊，还没有落入两边，啊，你处理了以后，对人有帮助。那个叫善，
对人有危害，那个叫恶。啊，这个时候对人的帮助跟对人的危害，哦，差别就大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嘿，啊，所以说我们在应对的时候啊，哎，你就是要有主宰。要有主，自己要有主宰，说掌握啊那个真理所在，哦，掌握真理所在，你去做的事啊，哎，就可以啊是善。你假如说不掌握的时候，你被你的私欲，哦，欲望啊、名利啊，哎，掩盖，你会作恶。啊，这个时候啊，哎，对众生的危害就大了，是对你有利，可是对众生有害。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啊，所以老祖要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啊，哎，就是要你要掌握到哦那个真理所在，掌握真理所在的时候啊，哎，就会哦哎做的啊都利益众生，那个时候啊，众生的回应啊，哎都是为，哦啊，假如说你做出来已经对众生有害，那了解真理的人他就会反对，就会啊。哎，就会反对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嘿，所以哦，那个圣人啊，嘿，他是站在一个哦，嘿，中道的立场，然后来阐释哦两边，啊，让我们对两边啊都了解，哦，说对众生有利，对众生有害，那要看我们当下那个处理，跟哦对真理的了解。哦，你对真理的了解，哦，对实相，哎，刚好的时候你去处理，处理得很对，哎，这个时候啊，哎，就属于善。哦，处理的哦不好了，哦，你自私自利了，那个就哦害，就是属于恶了。哦，是站在哦，他不一下子哈，哦，哎，就站在一个立场来说话，哎，他是两个角度啊，全部都说出来。哎啊，这样呢，对我们的帮助啊，哦，对那个判断，我们那个判断力呀，啊，容易培养。啊，培养我们自己呀，啊，有判断力呀，啊，哎，我们呐，啊，就可以啊，自立自强，哦，就不用依赖别人，是不是这样？是。哎，我们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哎，我们不是都要面对啊，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吗？啊，有没有把握很，哦，恰到好处的方法都还不敢说，对不对？哎，这个需要，哦，那个啊环境培养，要有那个环境，哦，要有那个机会，啊，我们要自己，啊，学习，哦，自己学习去面对，自己学习面对的时候，啊，遇到事情，哦，先呢纵观整个事情的轮廓，知道，哦，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哦，怎样才是对人有利，怎样对人有害，都了解。了解以后，哎，我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啊，哎，就是对众生有利，我们去做。对自己好不好不管了，啊，哦。可是我们一般在处理的时候啊，哎，都会先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是不是这样？是。哎，我家己若有利的，我家己先做，对不对？哎，啊，别人去管你，别人会惊死不了。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哦，有没有？还有啊，所以，哦，老子讲说为之以阿，哦，相去啊居合，本来就是很小，可是呢善之以恶啊，哦，相去啊合落，哦，就已经呢差别非常大，哦，那个善跟恶，啊，就差别非常大，哦，说人之所畏啊，哦，不可不畏，哦，人家呢所，哦，畏惧害怕的，哦，我们，啊，不可以不畏了，哎，人人咧惊，咱爱对人惊，是不是要这样？哦，像那个地震啊，哦，那个你看房子一垮了，人都压死了。哎，人拢会惊对不？我们要不要跟着惊？要，哎，就是要嘛，哎，这个人同此心嘛，哦，哎，所以人之所畏啊，不可不畏，哦，我们一样跟着大家一样，哦，都是相同的，哦，那么荒兮啊，哦，其未央哉？
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荒就是啊，这个没有整理的哈，哦，那一种地方所在啦。那我们什么地方没有整理？对，就是心田啦，我们心田呢都没有整理，所以荒啊，哦，已经让它荒废，哦，荒兮其未央，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中央。找到中央了没？我们摸到根的，哦，那个就是找到中央了，哦，你没有摸到根啊，就是没有找到中央，就是中心思想没有，哦，没有应该处在哪个地方，停止在哪个地方了。我们呢要把心啊停止在真理上，哦，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都已经停止不动，不要停止在，哦，名利上面了。我们是不是都停止在名利上面？不好回答哦，他都实在啊，都在名利上面，哦。我们众生的，哎，那个六道轮回为什么这么久？就是因为，啊，都追求名利了，哦，啊，名利害我们，哦，知道名也是虚名，哦，利呀，啊，一口气不来都，哦，也都不是我们的，所以，哦，追求名利呀，啊，哦，真的是很笨，守财奴，哦，我们当不当守财奴？真的不当吗？都很，哦，这个很容易把它布施，有没有啊？不好意思回答。哦，辛辛苦苦赚的钱，我为什么不自己用？哦，要拿去给别人用？我们都有这一种，哦，这个深根蒂固的，哦，那一种观念在，哦，而且呢，都是想说给自己的后代用。哦，以前真的是养儿防老，现在大概是要反过来了，哦。所以，老祖讲说呢，荒啊，哈，荒兮其未央哉，哦，都是啊，这个没有，哦，整理啊自己的心田。那么众人呐，啊，哦，虚虚如想，哦，太老，这个虚虚朗朗，就是哦，安尼就认真伫咧探钱，就认真哦，追求名利啦，哦，那个，啊，虚虚，哦，啊，太老呢？就是那个古时候的，哦，那个祭祀祭典，啊，要用牛羊猪，哦，来拜拜，啊，拜拜以后就他吃对吧，啊，所以衍生出来，啊，就是享用大餐，啊，像我们现在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啊，各位有听过吗？就是很丰盛的，哦，那个菜色，哦，吃啊，就是，哦，可以啊，哦，啊，过得很，哦，这个舒服，一餐这个吃下来，哦，大概要几万块，哦，要不要？要，哦，这个我们一个月赚的，哦，大概吃不了一餐，哦，很贵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太老，哦，就是享用啊大餐。有泡面能够吃就好了。不过在我们台湾都不用烦恼这个吃的，吃的都太丰盛了，这个路边摊啊，都很好吃啊，不像那个日本吃的很贵了，我们那个阳春面啊，我们那个时候一碗20块的时候，他们就120，日本哦120，还要站着吃哦，你坐着吃哦，要多付钱。他们坐着吃跟站着吃的价钱不一样，因为日本那个那个地区啊，那个地很贵，啊，没有地方让你坐了，你要坐的话要付代价，所以哦。那个吃的，啊，都很贵，又不好吃了，
这个大姑到日本去办道，哦，他们那吃完还在忙了老半天，大姑一直在想说，哦，等一下一定哦非常好吃，结果哦弄好了端出来，大姑一看说，啊哪啊哪，跟那个想象啊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呢，在日本哦，那个吃的哈、哦、贵啊又不好吃。在我们台湾便宜又好吃、啊、所以他们现在很喜欢到我们台湾来、哦、这个观光、哦、来吃呢我们台湾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么炉灯呢、哦、春台，这个灯春台、啊、就是呢、哦、春天的、那个、哦、能够观赏风景的、那个台阁，就是、哦、我们呢延伸呢就是现在的观光啦、哦到处啊观光，所以、哦、我们了解说现在环境很好、哦、因为年假、哦、才六天、啊、所以大家呢都出国观光的比较少，都留在我们、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内观光，他说、啊、一些风景区啊、哦、都生意很好，赚了很多钱 啊， 啊都是几亿哦，赚进来都是几亿哦，那个就是呢炉灯春台、哦、到处观光，而且、哦、都不会去想说到处去观光了，好累哦，还没有出门就哦好累，因为所有的哦，或者都讲所有的三河大地、啊、都从佛性发挥了啊、你来观察你自己的佛性、啊、你就可以欣赏到所有三河大地、啊哦、那外面的变化，山海苍田，苍田山海、哦、变化无常的。更加水的所在、哦、你来看地堂以后去看有水吗、哦、就已经都、哦、断垣残壁、啊整个、啊、都破坏了、那个都是假象、啊啊、我们、哦、这个假如说能把这一些心、哦、这一些金钱、哦、把它转移、啊哦、心的转移来修道，把金钱转移呢来帮助、啊哦、那个众生，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最起码在内心呢很充实啦、哦、就已经呢实践了、我们在凡尘哦、能够尽现尽了我们的佛性、哦、能够呢、哦、发挥、哦、整个、啊、那个叫度化众生、啊、使众生呢都能够沐浴、啊、在自己的佛性光辉之下，能够发挥、哦、自己、啊哦、那个非常光明的佛性、哦、这个呢才是重要。然后老子呢讲说我独博兮、啊、其未兆、哦、所以这个吾独博、哦、这个、啊、就是独自、啊、漂泊在未兆，就是还没有呈现、啊哦、现象之前，所有的万象都没有呈现之前，就是、啊哦、虚空，虚空呢、哦、无相，不拒绝、啊、诸相发挥，所以未兆还没有形成形象之前，它都是、啊、在本体之中、啊、所以老子呢说我独博兮、啊、其未兆、就是能够守住、啊那个哦、它还没有变化之前的、那个原始状态。那我们能够呢守住、啊我们都还没有、哦、这个变化之前的原始状态，那所有往后的变化都在我们自己的、哦、那个控制之下，自己的管制之下，这样呢就是、啊哦、很理想、啊、所以之前呢或许有讲、哦、禅宗的修法就是呢训练自己、啊 不受、啊、那个客观环境的左右，不受呢主观意识的、哦、牵缠挂碍。那我们只要不受客观环境，不受主观、哦、意识，两个都撇开了，
这个时候就是啊独薄期哦，独薄期其未造，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抽象了哈，可是哈、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能够掌握到啊未变之前的状态，那已变之后、是不是都在你的掌控之下？对不对？要为变以前，咱就知伊要安那变，安尼是不是一个个变，个个变？好像那个孙悟空啊，逃不出如来掌手心，对不对？伊走未出去啊，佮佮走嘛伫我手心内底，吼、伊佮直直走去迄上关的山去放流，然后佛就吼、拿手掌给他看，你放的流伫遮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哈，我们在怎么转呢、逃不出五行呐、金木水火土，所以就叫哈，手掌心呐、手掌心呐、就是五行。啊，你搁看那照，搁看那照，从你气手来对，在气数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掌握到了整个气数的变化，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形象的变化。那形象怎么变化你都知道的，你会被它左右吗？不会，就一定不会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啊就是掌握到源头无独薄兮啊其未造如婴儿啊之未孩，这个婴儿啊之未孩所以这个我们一讲到这个婴儿啊，婴儿他会不会分别说你身份地位很高你很有钱，会不会？他绝对不会分别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就是要修到婴儿的那个没有分别心、所以那个婴儿一看到你的时候不管你什么身份地位他就对你笑，有没有？很可爱哈、然后最难得了，就是他在哭啊。为什么？哭，靠就哭啊，拢未烧声。为什么会那个样子啊？就是因为他带的那个元气未散。那我们大人不行啊。这个话多一点的话就没声音了。没有像那个婴儿哭了很久。哭到你都已经不耐烦了，他还在哭，可是那个声音，那要没沙哑，你就会很惊讶，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婴儿他所带来的，那个精气神都没有散，所以他那个握起拳头你要去把它搬开还要很用力，对不对？有没有去搬过那个婴儿的那个手掌？伊安尼安尼握固以后，你要甲掰开还真出力。你看迄囡仔囝俩讲那个叫精气神未散。那我们这个越长大了以后就散了啦。就已经精气神都散了。所以老子鼓励我们就学习那个婴儿之未孩。就是那一种没有分别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只要修到没有分别心就已经成佛了啦。这样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啦，要我们不分别心很难。我们只要看到那个自然产生啦，我们看到总统跟看到流浪汉一不一样？那个很自然就不一样，对不对？绝对说一定有分别啦，不会说不分别。可是佛他就是没有分别，你是总统也好，是流浪人也好，他看你都是一样，你总统是福报呈现，流浪汉呢是你的业障呈现，都是果报身，总统的果报身，然后呢流浪汉的果报身，都是果报。所以他在他眼光看来没有分别，没有差别啦。可是我们众生就很难达到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尽量把那个
分别心、啊、降低、哦、比较淡薄一点、啊、不要那么强烈、哦、淡薄一点分别心、啊、淡薄一点、哦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啊哦、那个好的想攀岩坏的赶快跑一次大部分人都会这样的好的、哦、都会皮蛇啦、哦啊、怕会更紧这个不在我们那个视线之中最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以现象、哦、来说了那佛呢他已经做到了、哦、对现象、都没有分别、哦啊、都呢、啊、就是一体然后我们对众生呢、哦、就是尊重他做得好不好、哦、我们都不要去检讨、哦、因为他好的功德不分给我们他坏了我们不用去担他的罪过了所以他好不好跟我们都无关是不是这样是、啊、我们呢会不会去检讨别人我们不但会还很拿手检讨的很拿手检讨自己倒没有那么拿手了、哦、检讨别人都很拿手、哦这个很会的、欸、而且、哦、还一针见血、欸、一讲出来都蛮准的、啊、既然会检讨别人、哦、就会检讨自己啦那我们为什么不转过来、哦、检讨自己、欸、因为、哦、面对自己、啊、都是很残酷、啊、残不残酷我们检讨自己要改进对不对要改进、啊、很难过对不对难不难过？所以修道、哦、都是面对自己啦，最大问题都是自己，哦，问题都出在我们自己本身啦，哦，啊、所以、哦、要勇于面对、哦啊，要知道错，我们最大的毛病、啊、就是错了都不知道，而且不承认，人家说了气得要命，哦，有没有？这个叫一针见血非常切实的、哦、所以我们、哦、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要了解到、哦、毛病、啊、出在我们本身然后自己要改过自己改过了以后、啊、朝着、哦、佛性的光明面、啊、前进它、啊、才能够真正的、哦、恢复、哎、我们真的佛的本位哦、所以、老子呢就、哦、跟我们讲说、哦、如婴儿之未孩、哦、那一种、啊、没有、哦、分别的那一种状态那么层层息呢、哦、若无、啊、所归、哦、所以这个呢层层息若无所归、啊哦、层层就是呢、若动若不动就是还没有我们用那个佛家所讲的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解这个意思吗应无所住就是我们的心、啊、不要住在形象都没有住都没有住的时候那个叫层层息若无所归、啊、我要去躲都没位人去、哦那一种、啊、整个、啊、都是在虚空虚幻之中层层虚若无所归、哦、体会吗太过于抽象了会不会因为老子的意境、啊、或者就讲很高的、哦、那我们要体会、啊、就是要、哦、多用一点心哦、进入、啊、老子的思想状态、哦、老子呢希望我们都回归到、哦、那个、啊哦、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道、哦、都能够回到道体回来那道体回来、哦、你要回来就是、啊、不能有住相你住了相就回不来
哦啊、所以沉沉息啊，若无所归、哦、你都没有住相了，你就可以回到本体回来了，这样了解吗？有较了解一点吗？无所以、哦、这个、欸、要了解说、哦、老祖希望我们、啊、真的都很超越，超越所有现象、哦、现象都虚幻不实、啊、希望我们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掌握、啊、不生不灭那个实相、哦、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众人、啊哦、皆有余、啊欸、这个众人皆有余就是希望、哦物件愈顿愈济愈好啦，有胜理呀、啊！哦，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希望啊，这个东西货物啊，拥有多一点，过得哦比较有依赖。啊，那什么拢无啊？哦，无轻无吸会跋跋倒，对不对？哎啊，所以哦，众人皆有余呀、啊，就是希望呢。哦、东西啊拥有很多都有剩余拢有剩啦、啊、所以、哦、你看我们、哦、连那个过年年夜、啊、就一定要有余为什么、啊、有剩余啊、哦、有剩啦、啊、余就是剩、哦、就是要有余，所以呢老祖讲说众人啊、哦、皆有余，就是在我们的、欸、那个、哦、思想之中啊，希望就是能够拥有多一点，就是依赖的心啊、哦、强一点。可是修持刚好相反、啊欸、那个佛制定戒律啊，他就把我们所依赖的全部摒除掉、欸、所以真正的比丘啊，除了三衣一钵以外、啊欸、就不能有东西了、啊、你有财产那个都不可以，因为你会依赖，依赖了以后啊，不会努力修道，那不努力修道不会成佛，哎啊，所以佛要哦，你能够成佛，把你所有依赖都去掉，哦，让你什么依赖都没有，让你说我已经一无所有的，再不努力修，什么都真的没有，哦，啊，要不要努力修？要，哎啊，要努力修就会成佛了。哎啊、所以佛就希望我们众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我们、哦、也是一样、哦、把那个依赖的东西、啊、都去掉、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哦、只要赚钱多了，社会地位高了，有没有依赖？会不会努力修道？不会了啦、哦、有钱啊，有地位啊、哦、那个比较好了，所以、哦、那个修起道来就困难啊、所以这个叫顺考，顺着把我们考倒了啦、逆考、哦比较容易成就，顺考就容易倒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要考我们的，让我们赚钱，让我们社会地位高了，就要小心了、你那个修道的心、啊、淡薄了、已经呢不强了，那就不会成就，所以要把这些呢，哦，摒除，没有不依赖，不依赖呢外在的东西，哦，就全部啊放在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上面，哦，啊你一放到佛性本体回来了，哦，你这个本体呀、啊，力道就很强，哦啊能够呢，哦一直哦温养，哦能够啊让它呢茁壮。能够长大、啊、真的呢、就成就了、哦、这个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啊、所以凡尘的现象、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啦、一定要看透彻，它是假的不真。我、哦、而我呢独落于、所以、哦、这个、啊、老祖就讲大家都要有春啦，但是我都把它遗失了，我都不要它了，所有我们想拥有的这些有形有相的物质
老子都不要，哦，我读，哎，这个呢，怎么样把它呢拼出？哎，所以能够拼出了，才能够进入，哎，我们那个实相，哦，才是真，哦，妄呢都去掉了，哎，所以啊，不落语，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哎，我们要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哦。哎，钱若要塞来哦，那么好，多多益善。哎，要哪会搁改塞益善？哦，可是呢，老子就讲，我们哦会被这个物质啊陷害。哦，我们不是有物欲所蔽吗？蒙蔽啊，哎，物欲会蒙蔽啊，我们佛性。啊，所以呢，要对物欲呀、啊，哎，那一种需求啊，哎，我们要认识透彻。哦，它是凡尘的东西，是给我们应用的，我们不要被它左右。哦，我们要左右它，好好的利用。哎，就是哦，伊若要给我好，我甲摕来，哦，然后赶快像陈官标那样。他不是送五千万到我们台湾来了吗？哦，那个福林那个就送他1500万。哦。对啊，他真的是讲话守信用，哎，上来要给你就要给你，哦，就送过来了，哎，摸到那钱，那个南投县长讲，哦，这钱要给他摸，危险啊，他专门摸去台湾银行哦，换一张本票，哦，啊，拿给那个，哦，那个普里那一个盖啊，那个少年之家嘛，哦，哦，起高十几个银啊。不高哦，嗯，真的是那一些啊，哦，就是那个智能不足那一些啊，哎啊，盖因哦，生活的技能啊，很烘焙，哎啊，要那个机器嘛，还本来他是要募捐哦，结果陈光标怎样讲，来，我上好你，哎，就真的送给他了，哦，请那个南投县长转交啊，哦，那我们有了，也可以学学他了。哎，不然我们少一点可以学那个摆档那个陈世举啊，对不对？哎，他这个本身都没有，说钱要给需要的人，哦，他赚的都很少啊，哦，那个卖菜啊，赚的都很少，可是他都布施，这个更难得啦。哦，你有钱来布施容易啊，没有钱布施很难得。哎呀，啊，他能够长时间。他又默默无闻，哦，都不爱哄宅呀，哎，然后他呢？你看他那个血那个过程啊，哦，他那个受苦的时候啊，那个流血啊，哎，灰转凝哦凝固啊，把那个那个鞋子都脱不下来，已经凝固啊，哦，那个血跟那个血哦跟他的脚合在一起了，哦，那个真的是都。很熬过那个苦，身体的苦哦，哎，那个马英九那个总统去看他的时候，看他那个菜鸡啊熬表，都是那个哦止痛剂啊，止痛剂哦一大堆，他都是吃那个止痛剂，哦，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那个过程啊不是很顺利啊，哦，身体也都是承受很多的苦，哎，比我们一般还要。哦，健康状态也要来得差，哦，拢滴滴吃几天药啊？你看是不是啊？哦，很不理想，可是他就坚持做，哎，就是布施，真的很不容易哦。哎，会在想说，哦，黑我嘛做袂到。然后呢，哦，老祖就讲。我以人呢之心也哉，哦，他说啊，我实在是过愚笨的啦，有没有愚笨之心啊？有没有？就是一般的凡俗来比较的话了，哦，他那个作为啊，哎，就是很哦，就是很笨啦，一定会被人嘲笑，哦，啊，你那不爱积一寡钱，踮咧身边也用。哦，所以老祖呢就那样讲，
说呢，我与人呢，这心也哉，哦，可是呢，诚诚虚呀、啊，就是他保持哦那个很诚朴，那个诚诚，最不容易哦，就是这个诚，哦啊诚呢最感动人呐、啊，那个真善美呀、啊，都是从哦这个纯纯这个哦角度啊出发，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保持呢，那个诚朴，哦，众人昭昭啊，这个我们在凡尘哦，可以说啊，可以见到啊，众人昭昭，就是哦，大家都一脸的聪明相，有没有？我们在社会看哦，大家拢足巧，有没有？那个叫众人昭昭啊，聪不聪明？都很聪明哦，所以哦，圣人在讲哦，说呢，众人昭昭，就是哦，一脸的聪明。可是哦，空老夫子就讲说哦，人皆曰已知啊，屈而纳之，蛊惑陷阱之中，而莫之蔽也。有没有？有。哦，咱凡世间人，大家拢足巧的，啊，该赶赶赶赶个。赶到有的陷阱去都不用要撇，说那个都很巧孔老夫子的意思啦，说我们、哦、都被名利驱赶、哦、赶到那个陷阱里面啦，已经、哦、陷下去了啦、啊、都不用不知道、哦、躲避啦，这样就很巧，是聪明的还是笨？那个圣人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众人很笨、啊、可是我们表现出来外表形象、哦、却很聪明、哦、这个呢就是老子所讲的、哦、众人昭昭、啊哦、一脸的聪明相，可是、哦、做出来、啊、都是很笨、哦、那么我、哦、独漏分、啊、只有我、哦、老子讲说他自己啊就是哦，众人都糟糕嘛，很聪明，只有他哦，分呐、啊，分分存存，伊拢未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一点反话了吼、哦，你拢足巧啊，我都足戆的啊，所以我才会酸哦，有代。有财产都送给人，就不会自己拥有、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他的观点、啊、就是站在实相，站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理、啊、实相上面、哦、那我们众生呢都是站在、哦那个假相、不真的、哦、虚幻之相，那种卡在哦，虚幻之相上面，啊，我们都不知道，哦，都不知道那个是假，哦，众人呢查查，哦，这个呢朝朝查查，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他什么都知道，哦，很会计较了，我们会不会计较啊？这个不好意思回答。我们要知道、哦、这个计较、哦就是自己的利益、啊、受损、就是要计较要抗议、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风气、啊很不好，抗议抗议抗议，就是我相太强了，我相太强才会抗议、啊、所以、哦、那个我执、啊就是太、这个程度太多了、就会抗议抗议抗议的人、啊、不好修道、那我们呢把我相都泯灭了，没有我了、没有我才能够跟呢整个、啊、大地、啊、融成一体，到达天人合一、啊你我相太强、哦、那个就没办法、所以我们了解说众人查查，我独闷闷、大家都很有计较、我都不会那好不好？又不好啊！又是哦，相反的状态。
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老子啊，哎，他就是要教导我们，说我们太计较了，对我们并没有利益的，哎，那个哦，哦，徒增烦恼，哦，增加很多烦恼而已，哦，但须呀，哦，其肉海，哦，就是啊，很淡薄，哦，很淡须呀，其肉海，哦，就是呢，非常的哦宽广，心胸啊非常宽广，又非常的哦那个淡薄，没有哦那个心中啊没有那个得失的那个心，哦，然后呢啊这个呢啊飘兮呀、啊、哦若无所止，哎就是啊到处啊哦这个漂流，哦没有呢止滞的地方，哦所以啊就是。表示说、哦、心、啊、心中都没有住相、哦、非常的逍遥自在、哦、让自性呢能够、啊、灵活、哦、众人呢皆有矣、哦、这个众人、啊哎、他都有、哦、他的那个止观意识、啊、有矣、啊、有所以就是、啊、有止观意识、哎、那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那个止观意识、啊都是有身体以后才有，那有身体以后才有，没有身体以后就消失了，那是生灭啊，生灭的东西啊、哎、老子就不追求、哦、要追求不生不灭、哦、要追求实相，所以呢众人啊皆有矣，我独呢顽且鄙啊、哦、这个顽、哎、就是、哦、很顽固啦、哎、固守他自己的哎，那个哈、哦、思想，固守他自己的淳朴的道，哦，然后呢，鄙呀、啊、就是鄙弱，哦，没有那个那个华美，哦，没有止观意识，哦，所以呢，老子讲说，我独呢，顽且鄙，我独啊，哦，我独异于人，我跟别人呢都不一样，哦，跟所有众生都不一样，哦，而贵啊，十母。哎、就是哦，贵重啊，哎、就是能够啊，啊，十母，哎、就是哦，哎、这个母就是道的本体啦，哎、啊，十呢，哎、就是依赖，依赖呢道的本体，哎、所以哦，老祖讲说，我贵啊，依赖道的本体，哦啊，所有的现象他都不看重，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老子的思想，哦，就是要我们也进入啊。那个很淳朴的、哎、那个世界、哦、就是真理世界、哦、就是实相，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哦、第二十章。